咋就这么难？猪八戒就忙来相劝呐，叫声师傅你莫要心烦，咱先找个地方蹭顿饭，我吃饱了肚皮了，咱们的好上山呐。他们来到了陈家大院，只见那陈老汉是满面愁容，泪泪涟涟。老汉说：“那从天河来了一个妖怪，他专吃童女与童男，今天就弄到我们家呀。这个事啊，正责任，这个事叫人啊好心酸。”嘿嘿嘿，孙悟空一听怒火叫的叫成了那么凶，在这晚上我和那八戒变成你的童男女儿，都在那妖怪谷里边。他们来到了灵山庙，只见到冷风嗖嗖，冷胆寒，目睹是来了个妖怪和凶残，要着他们做晚餐。孙悟空一见小徒儿东面香啊，猪八戒的龙气的东马上了天，一咕噜展开了大灰灯啊，这些大呀天昏啊地暗，哎呦了不得喽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，我看看我看看，跟没事那妖怪打不。那宋大圣啊，将二姐就狂过的一道菜，他一头钻到水里边，啊，再也不敢露出水面。白鱼和蟹。